一点灵气啊，顺咱稳定这条灵魂，这是咱清净的无缘，咱以顺家的天灵，恢复这么顺的心意，上天的本性，恢复这么清的心。这是咱灵源的天意，转咱归无灵顺心啊，是咱清净这条灵性，恢复原天本性，上苍的天性，予咱显明顺咱的心意啊，这是天元的灵驾。是灵魂的本性，转入到清净之世。我以灵魂这个天性，定咱出家现世灵，是顺着清净的心，咱才有原天母娘的性，恢复则是咱的天界清净。是咱的本性呐，现个顺着清净的心，咱只有来见老母娘娘的元神嘛。真理是天元神，降落是现世明，转咱开元的灵气，度着清净这条天性。咱爱献顺家的心，是以上苍这点灵气，咱带有先天落家的神，是灵魂这点性，咱有清净这条灵，这是母啊看见的心，是灵伊的天界。我爱行着清净的心，这是咱传法的天命。有咱一点灵源的神意，咱只有转落灵伊的顺定。真灵本意是天灵性，现咱稳定顺咱灵，有咱一点清的心。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嘛是咱讲着顺母这条神，上苍的天界，我爱稳定现在，有咱这么啊顺的天性，咱只有来讲清净的神，灵源的灵气。定咱顺家的心意，我有一条清净的天，这是咱落家的正灵，恢复清界咱的心境。天元本意是落定，我有一条清天的心意，这是咱看见无形的法界。有咱这点清天的心，咱再来讲兑现母娘的性啊。这是元天的灵气，回到正法的心。我以这条清法界，显明咱的母娘顺气。有咱这条上天的本领。咱再来讲到元天的心，转咱有母的灵气，定咱清净，则是现心。我有一点正法正灵，转咱清入净，是以灵源的天意。母娘来讲，落界顺天。我以清界这点灵性，恢复着咱的本源本性。
你有一点敬天的灵气，咱再来看现顺母啊的神，天元现世转落顶，是咱这条清法界，现咱顺定圣意啊，咱有一点灵元的灵性，转过着心的清净。是咱对着无形伊的本性，显露是灵源的灵气，转咱对现则是顺觉真理的天性，落定的本性，这是咱转遮尔啊静。你有这点灵源灵性，转咱有遮的通灵。回到母啊，这条灵气转伫咱这么顺的心性，拢是安定的本性。母娘来讲，这么啊清净，是咱兑现的灵气，是咱搁再行通灵的心。这是咱有母这点灵魂。转伫咱遮尔清的心，我有这条无形的法界。再来讲清净原来，有咱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咱才有遮尔啊顺家的心定，是灵魂这点性，转着咱的心稳定。恢复这点青天的心意，咱只有走向无形的心，真理应来的灵性，现咱通灵清净，是咱这条元天的心，咱有灵魂的本性，转过着咱即马清净的元神，落伫遮尔稳。的灵性，拢是稳定的天。咱走阿母啊，定落来的神，你有这点灵活的天性，咱才转有清净的本性。这点灵源本意，只有来讲着定法现心，有咱清净顺落灵。现咱遮尔静的心意，是元天本性，是咱看现有稳的天灵。这点则是咱的灵气，转咱有顺这条心。天元本意是灵性，现咱出家是天命，有咱顺着灵源的灵性。咱才有遮尔稳的天灵，拢是恢复的灵气，转伫咱遮尔稳的心，天元本意的灵性，转咱显明是清。我有一点正法正理，传咱落家顺天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源。要转到清净这条灵魂，有咱自在这个灵气，定伫咱遮尔顺的性，这点灵源本性，传咱出家的心，我以灵源本灵来，导咱开灵转会知，是咱以正法正天。传咱有定这条心，灵伊会显露。只有来讲清净的心意，我有无形转会净，这点则是咱通天的元神，灵魂伊的灵气，转咱归到现世。我有一点正法的灵气。转伫咱修通这条神呢，这点元天只有灵气，
找到我这条神主人，有咱无形转的清，来到这条顺家的神，是灵伊的显露，嘛是我对元灵伊的真意。母牛出现咱的心，我有遮尔啊顺的教。是咱正法会无性，是咱传来先天灵，上苍的灵气，转咱顺家的心。我有一点正天的灵魂，无啊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心。你有一点正法正理，传咱道家顺无性。拢是这条青天的气，咱才有这样稳母啊的心，上苍的灵性，转咱显露是天灵，回到这点灵元灵气，咱才带有先天道家的心，显露是灵元的天意，降落。是顺家的心情，咱有这条青天的心，阿母啊，再来讲这尔稳的灵魂，现咱道家这尔清净的心意，咱只有来讲显露顺家的心，上苍的灵性，我爱转到清净的本性。这点才是咱道家的灵魂，有咱这条正法心，转咱出家路定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气，转到清净这条心，拢是显露咱的灵气，转到顺家这条心呢，我以灵元灵性。归咱这条清净，老母啊，有这尼啊顺的灵气，是咱清净这条灵魂，转咱无形定在。我以上苍这点灵气来到清净这个无性，灵元恢复是天界，应咱清净是道命。咱爱是这尼啊顺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道灵，恢复这条正法正理，开着咱的青天顺母心，灵元伊的灵气，转伫咱顺家这条心，这拢是灵魂的天界，开着咱这尼稳自在。上苍有这点灵气，爱咱看现，则是顺母的神，天元伊的灵性，来讲安定这条本灵。我爱顺甲清净这间开，再来讲应母的灵性，是观天的清净，是咱要讲顺甲。本性，咱有青天这条灵气，转伫咱这么顺的心性，拢是安定即世。我再来讲回母的灵气，咱有这点灵光顺天灵，转伫咱这么啊清的真意，天元是咱路定，恢复。是上天神，转咱一点灵静，我有恢复清天的心，才带有老母这么稳的灵，一点元天的灵气，咱只有转达顺家的心，无形伊只有兑现，咱只有通着脑神的本性。拢是安住这条元灵，母娘伊爱看的是咱这条家，现伫清净这点灵气，
咱只有定发先天的顺家，真源的天命，顺咱归零清气，咱来无形正如性，拍通顺家是天命。真源现在上天地，看见有无正灵气，是咱顺家的天性，是咱搁再显露清净。真源本意是天性，转咱见表是天命，顺着灵源的灵气，咱只有来行通灵的性。真理是天元的本性，爱咱转来是回转咱的心神。天元若有正灵气，显到清净的顺性，咱爱是走向青天的灵界，显伫咱即马顺母的心，用着这条正法正天的印。咱走怨天无的心，是咱行过清咱的灵气，搁再顺家则是显明上苍的灵性，显咱有定这条灵，咱有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再来讲顺着通天，有咱这点灵源天性。咱只有来转过来现世灵，真理的灵气，转咱顺家的心情。我有一条正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母娘的心。天元有咱灵气，转伫咱这么顺的心情。咱有回报这条灵魂，再来讲顺家咱的本性，有咱这么啊顺的天性，咱再来兑现无形的天灵，是元天的灵气，是咱来兑现老母啊伊的心，上苍的灵源，转咱顺利的心情。我有这点元天的心，来到这么稳固的心，现在有顺这条灵气，拢是上苍老母啊伊的灵，是咱顺家这条灵气，因着稳定阿母啊的心，有咱主要这点灵魂，转伫咱的心。显灵，这点元天只有顺气，走向清净只有这么啊顺势，用咱元天这点元，无啊顺甲，伊这条神出现，是我用着正理的传灵，敢若亲像无形安静，我以上冲这点气。转接着我这个心有稳，天元伊的本性，定我这条清净的心，这是咱道家的正理，传递咱入境凡间的心，拢是主要通灵，咱才会当见母啊，这么啊清净，是咱顺家现世灵。是咱搁再安定本心，灵魂若这么啊顺气，咱再来讲行上苍的心，真理的灵性，现咱有顺这条灵魂，这是咱安定的灵气，发射着母娘伊的心性。这是通到清净的天，阿母啊来讲有稳定的心，我以青天的灵气转咱归落来顺母啊的心，有咱这点青天的灵魂，
咱再来归母啊的孙，是咱以正法的灵气，转伫咱遮尔孙的心境。天元本意是天理，走向清净是道家。我有一点青天的本性，带有咱道家这条元神，拢是主要的天灵，予我顺家安定。借着清净这点气，我恢复天元顺母真理的灵源，恢复清净的顺气，予咱这条清楚的天界，看见咱个人的自在，是咱清净这点灵性，是咱转着清界咱的本性，灵魂若照天意，咱只有向无形落定，是咱主宰这点灵气，是咱归元先天灵，真理的灵源。只有看咱的心安静，我有这点天元本意，上甲原来咱的母性，这是通灵的天界，恢复着正理原来一点灵源的灵气，只有转着咱顺家的心，灵伊的天界。只有看见咱的心内，我有遮尔啊稳的天性，再来讲悟出清净的本性，有咱这条灵法神，转到咱遮尔静的心意，拢是开发道家的灵性，我才有遮尔啊稳的天灵，是清净这点灵。阿母啊，来讲遮尔啊顺的心，这是咱恢复灵元灵气，转伫咱遮尔顺的心定，天元有母的灵性，转到咱遮尔清的本性，这是咱的元路定，真理应来是天性。看见有运，才是天神。咱有一点灵源的天理，拢是兑现一点气。咱再来讲显露顺家的心意，有咱这条青天的顺命，带有咱这么运的灵性。咱再来讲回到清咱的心。有咱得通这条灵魂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心意，青天有无定咱灵，现咱转定清咱心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性，嘛是咱搁再顺家的天灵，拢是这条正法正天的心，现咱道家的灵气。转伫咱遮尔啊清的天性，是咱用着无形这条元气，这是咱转着清净的心，来到真稳固的灵性。这个天只有清咱的脑神，你即马静会起来即工开，这是咱照着无形的气心，咱才会当通。原来这粒心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性，照着清净你这条心的意思，无形只有靠咱这条灵源，这是咱净出先天的本性，悟出着你这世人修成的这条原形，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气，用着你的心。通做火这条架，这个是天灵的本性。咱徛正这条元神转来，拢是兑现这点灵气，敢若亲像金宝
走出着这条心，我爱是现主时的灵性，金宝啊出现伫咱即马即个气场，这是咱通灵的天界，亲像原来咱的灵性，金宝啊出现伫咱即马即个道场，这拢是清净的天理，敢若亲像咱甲母娘挖金。我要亲像先天这条神，拍开着我即马在世间这条灵，真理的灵气，咱只有讲清净顺觉，是灵伊的天界，我再来引导元神的本性。你有遮尼啊清净的灵魂，无啊爱咱的清。因为这是咱顺家的心意，只有咱来讲灵魂定到这尼啊清净，带有咱原来这点气，咱才引着顺母啊伊的本性，恢复这条原形，上苍伊的灵气，咱只有看到清净，咱的心净，净化。的天性，原来显明咱的本性。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清净的心，有咱行这条灵魂，咱走母娘啊定一条，因为这是咱的元灵本性，转到咱这么清的天灵。上苍伊的灵气，掠定在世间，咱的心清。我有一点正法落定，再来讲顺家，咱的母神现伫灵魂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看到天顶的心，因为这是咱落界正理由来，咱的心清净，拢是顺家。这点灵气，天线、金线，咱这条直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性，正直咱的心行回来，恢复咱今仔的记忆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通灵在世间，咱行回清净，咱的无形这种真，这是通咱的脑神，搁再复原这个天意。是咱即马即个记忆，我才会当阁归元母娘即条灵性，要离开母娘刹那间，迄、那个执着的本性，是咱行即点灵气，一直跟母娘即条心，这才是咱道灵现世界心意，道灵现世开定，咱才有遮尼啊稳。的灵性是咱出现金宝啊，伊这条本灵，咱再来显露有正的灵气，上苍的灵魂，转咱清家这条心，这是咱应宝的天灵，转伫咱这里顺的心清，真理是天灵来，现咱转则是定心在。有咱一条灵源的灵气，这是咱顺家遮尔啊稳。咱走母娘伊的灵性，转伫咱遮尔顺的天元上苍的灵气，定咱顺母这条心，这是咱应发这点气来讲着定落来的顺心。天元本意是天灵，转咱归元是路径。我爱是这点气通灵，恢复这条灵气，带有咱这么顺的心，拢是安住这点灵气，拢是见妙顺解神。我以这条清净的天。再来讲顺家，有咱遮尼稳的心，
拢是顺着母娘伊个法，咱才有遮尔啊精个灵气，是伫行向先天个本性，是咱搁再顺加稳定个神，这是上苍个天性，要来回转顺加个心意。有咱即点青天个灵性，咱再来讲顺转来，咱的本性拢是显露青天伊的原灵，咱才有金宝转的精。对着咱遮尔顺的灵气，才有遮尔稳的心意。上苍若即条灵天的本性，以咱为正，这个天理是咱的灵性，以咱的正心。就是以咱的心主定，今日我只有献伫咱的心的，向甲遮尔顺，这条神是主宰这个灵气，是咱运用正当的神。无形伊讲出是先天这条灵性，我爱是正法的灵性，敢若亲像导咱行转来，咱的本神。复活的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看咱的内定这条心，这是咱通灵的天界，一点灵魂伊的原型。我爱是顺家，咱这个原体，这个性质，今仔我要讲的，是照着先天伊的法力，生着咱即马这条心的顺意。表示咱清净落伫咱即马即个原性啊，是咱用着正天的气力来表示咱修行即条灵性，徛正得咱的本领，上苍伊的灵气，因咱遮尔顺的心境，我爱是上天即点气。来讲到顺母这么稳的灵魂，现咱有落来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兑现顺家的心，有这条青天的真理。我再来讲顺家阿母啊，伊的心意，照着咱通天这点性，咱才有母娘啊这么稳的本心。这是咱灵源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兑现母啊这条心。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再来讲传灵顺家的心，是咱本源的灵气，是咱转到清净这条本性。这拢是咱的源路定，真理应来会无性。转咱有定这条心，这是咱看见阿母啊伊的灵性。你有这点清楚的天灵，咱再来讲会定咱家己的心气，是咱照着清净这条灵性，因伫咱遮尔啊顺的本性，无形伊的法界。只有清咱这么顺的心，我有灵的清净，才带有这么稳固的心意，拢是显露咱的灵性，归咱这点清净的本心，灵源的灵气，转咱这么顺的天，我以上苍这点灵气。来讲到对法落界，真愿现来是灵性，转咱归母是通灵，有咱这点灵天的心，我才带有阿母啊这条性，现咱有顺这点灵气，我只有来讲兑现咱的本性，拢是现世的天灵。阿母啊，再来讲，这么稳的心清，是我以灵源即间开，咱才转有金母娘娘伊的心清，
天元本意是灵性，转咱归落来是显正，有咱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定家地，上苍的灵气，因咱这么顺的心境，我爱有灵魂这点灵性，要来讲到元天本露神，是照着清净这点气。我爱因咱顺家的心，你有这点元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向清家己的性。真法本意是天理，我爱道家是顺性，这是咱回家这么稳的天灵。在世间，我就会当照着这个心，恢复这么顺的意。是我用清净这点灵性献伫我的心，顺着天意，这是咱原始的灵性，带有咱清家这世人，咱才有照着天顺着母意。上苍爱咱兵的命，将着咱的心这个圣意。代表咱即马这个课传出着咱的元灵，照着先天这个母教，伊才会当教我现主时的行，敢若亲像母娘伊降灵，这个才是我顺着清净的现世界，我领当来母娘这条神，护伫我即马。这个灵魂呢，这是咱通灵的天意，搁再清楚，咱的心归原来这条心，你才会当形容咱个人的心归原体，是咱以清净的脑神发射着无形界这个灵气，引着咱个人的心。转的清净，这是在世间，咱用真理来杀，进入到咱天空这神意，转伫咱的心这么平均平和，这才是咱通到清净的本性，以咱元天这尊神伊的主宰，拢是显露咱即马这个心的感觉，我才会当产生。我这条灵的本性，这个性质才是咱的天界，因为咱来到这拢是和平。咱爱是这条清净的天性，表现在咱这个脑中心，这是咱为准的灵气。修行在讲的净化咱的心，是元天的灵性。是咱转倒转来本源本心定在在，灵源的灵气定着在世，咱的心平静，恢复这条天元的气，咱只有带有先天降落来的心，天元本意是天界，落地清净是原来，恢复这条正天的灵气。咱只有带先天的顺利，是咱无形这点灵性，看咱金宝这条元灵，咱以这点灵天的气，再来讲顺家的心，是咱恢复灵元的灵性。在世间，咱只有讲通灵，因为这是咱阿母啊的灵气。嘛是咱来讲着顺家，这么啊静的心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气。今末啊来讲悟出这条心，这点灵光的灵气，咱只有转着清净这条心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咱只有归元天。今末啊这条本灵，这是咱团。
我爱是用心来讲话，照着母牛伊的性意，我传出着母牛伊的气味，是咱照着先天的现场。我将着阿母啊这个性意，传着我个人转动啊这个心内底的本性。这是通着咱的脑神，恢复着咱这条清净的本性，是咱看见这样的阮的灵气，是咱讲着顺家的心，现咱青天则是道家，有咱这样的顺头则是本性，因为这是咱的法显的明，真理的灵气。转伫咱遮尔顺的心定，我爱是随这点灵性，显露是正法界。要来讲，则是度咱的性，上苍的灵气兑现，则是咱的心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灵，转伫咱的心安静，是咱恢复灵源这点气。爱咱顺甲稳定，咱的灵性，上天的灵驾，咱爱转甲遮尔啊清净的心，拢是恢复的灵性，转伫咱的心稳定。我爱是顺着母牛的性，咱才带有先天转的明，是咱原始的灵气，是咱为主的心。这是清净的天灵，转伫咱遮尔顺的心境，咱有元天的灵气，你再来讲顺家遮尔啊静的心，这是咱传法这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家遮尔啊清楚的心，我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转过着虚空，因为这是咱的心在采。咱才有母牛这个力，我才会当讲出着凡间这个灵气，敢若亲像接触伫这个天顶，老母啊教我的神，写出着这条世间咱咧讲的话语，这是代表咱母牛伊的即属命令，我才将着我这个心界拍开，敢若亲像母牛伊的源。定伫我遮，我才有这个灵魂的灵气，抓定我个人的心意。这是咱回转来这点灵性，要教我心的稳定、的肯定。这是我讲出来这条灵气，嘛是我必定爱传的。这是咱母娘伊的强调，我才有今生日这条灵气。伫我即马即个课诶，会传甲母娘遮，这是咱修行即点灵气，要行出着母娘伊诶精神。我用着即个法来施行、来实施，安尼才会当对我有即个灵感，恢复着我即种正常。这是我爱行诶即点灵气，嘛是我要规法界。落伫遮尔顺的心，真法本意是天灵气，爱咱行正，则是顺天心。我有这条灵魂的灵性，这是咱传。今仔我接母娘的信息，将着这条圣意，圣意就是这个道真深，我会当将着这个道，甲伊讲出着遮尔平常。这就是咱的专心、专意，是咱恢复这条灵性。咱是凡世间的心态呀、啊，但是这是有限的呀、啊。我啊，和我是拍开着有限呐、啊，倒转来这个无限呐、啊，这个灵源的灵空，是咱以正天这点气，我要体会着有甲无这条灵感。献咱青天一条心，共咱行回来遮尔顺。天元是灵天的意，
母娘啊来讲，这是兑现咱的心病，传递咱这么顺这条灵气，这拢是印转来咱的天性，掠定在世间咱的心情。灵魂伊的灵气，只有引着咱金母啊的性。我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只有来通咱先天的本性，拢是安定这条灵气。你才有这么啊顺家的心，是咱儒家这点理，咱才会当定顺母的心。我爱是先祖时的天性，转过着心平和，拢是上苍的灵气，咱再来行顺甲稳定，咱的天，上天有无这点性？咱爱行回清家己的心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性。金母啊，伊来讲这呢清的本性。灵魂伊的灵气，咱只有悟到先天的顺心，有咱这条正法路教，这是咱转到清净的脑心，兑现就是咱即马这个入境，这粒心定伫遮，所以讲我用着心关注伫遮，专注伫遮，这就是通咱的脑心定位。伫咱在世间，你若翘这个位，阿摩你倒转来无形这个空间，你就是归本位。这个清净的天性，拢是顺家咱的天理。因为咱做人，就要爬起来做神，有归位啊。啊，这则是咱的脑神电波，因伫咱这么顺通，今日咱只有讲通天通地，这就是咱的明暗。好歹，所以讲我依照这个上平和的心，个人所有去做，这个福甲这个果，是咱用安尼来表明个人去体会咱这个心的气，伫你这个脑神转的明，这才是咱得到好运、好气、好果品，是咱儒家这点灵气。世间咱都要掠佛条啊，咱无爱伫遮走来走去啊，疑心疑鬼啊。所以讲用安尼，咱才会当讲这条灵性要行透。咱现主是这条灵的本性，拢是安住这点灵气。我也是咧看咱的心，要甲咱添毛病，对修补。所以今日我爱。是这么清楚的灵性，我直接咧讲，若形容过头，母娘啊，就爱甲我修正。我若讲无够，这个力点袂起来，我形容无够，母娘就爱阁甲我填补，填无平，安尼咱才会当用到平常，用到自在，用到经常，用到自然，安尼来表态，照到母娘啊，伊的性质。就是母娘伊的圣意交代话，安尼我来传，这个心在平和，产生着咱人人具足这个天性，出现伫咱即马这个道场，是咱归元这个电波啦，咱的本能啊，发射着母娘啊，伊这个大信号，真元天意是灵性，看见是咱这条。清净的心，真理悟来现实行，转咱出家则是心静。我有母啊，这点灵气，搁再转转来，咱的心病，拢是显露来咱的灵气。看伫这么稳定的心，是咱恢复灵源灵性，才有这么啊清的天性。我以灵魂这点灵气来到清净这条心呢，是咱有运这点气，是咱搁再兑现这条心。咱有这点灵魂的天灵，
无啊用着真理来说明，我才有这个心的安平。这是咱传法，咱道家的原性，原性拢是无空空啊。所以讲，今日咱讲到元天这个真心，咱走阿母啊这条真灵伴咱永远。今日咱爱成母啊，母啊伊爱讲到，互咱心透支。咱是讲到正天这点气，产生着顺驾咱的天，真元本意的灵性，现咱顺驾的清净。咱造母娘伊的元神，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因伫咱这个顺头的心，上苍的灵气，因咱安定的顺利。母娘又这呢啊清，这点灵性，这是咱带有原来的天灵。阿母啊，转嫁咱的心安静。人缘本意是天界，路定有运是自在。这是咱清净的灵性，因伫咱这呢顺的天灵，有咱这点人缘的灵气，咱再来兑现阿母啊这呢运的心，是我有这条人缘的灵气，带予咱清楚母啊这条心。你有这点灵源的天性，大母团到这呢啊安静，是咱看现这条灵魂，顺着咱即马这个心意拍开，在世间咱只有照天，因咱即马带伫咱的心这条灵的，安尼咱才会当清楚，凡间咱一定爱灵修，修这条灵的过程。倒转来恢复咱的原装的原样的这条清气性的品质，这是咱做人由真性心性，啊来降落来，咱即马这个凡尘凡间，凡就是足平常的下顶这条灵性，所以讲咱要离开着这个凡尘，这个尘埃，咱只有去掉。咱这个凡人无正常的这种规格，因为咱人有分真侪品格嘛。今日要调整到咱的品质，当然咱要念掉遐不如意的嫉妒计较，是咱用到这点灵气，咱要化敌为友。世间修持就是安尼啊，咱的敌人要甲伊变甲。该讲甲，互伊真正，甲咱会当配合，做着咱现主时的好朋友、道友，这才是咱通天的真相。咱爱行出着这条天命，啊，这咱个人爱做王看啊。啊，你干配合别人，你都无够格啊，迄是咧学的开始啊。真缘应来现世形，转咱开家现的情。是咱主要这条灵气引着咱的心河，咱爱拢是相共。在世间的引进，只有咱这个心，这条灵魂的气念呢，是咱用上界清净这个脑神，化伫无形这条灵性大空气中，这条天灵，这是咱用着母牛的真气。现伫咱的心，这呢啊顺时，因为咱要照着食米这个体力，咱照食米这个力，该化甲咱即马这条灵咧使用的，无四点水，这则是咱的先天精气。所以讲，甲灵，咱的个性，甲咱的咱灵性，爱靠四点水这个先天气，今咱食米。就是咧养咱这个生灵尔尔，养咱的体力，所以讲咱咧借这个体力，啊来净化咱这个脑神这股气，这就是咱即马咱爱知影修行
咱毋是用粗讲的，毋是用食米即个讲的，是用着咱的内讲，即个丹田，即个精气，即条软讲，你一定爱清气想，你无一丝丝啊的污点，你才会当通甲咱的灵感遮尔强。这是自然产生，伫咱的脑袋瓜，你通甲规身躯的循环力。这是照着咱的小周天，要现甲成甲顺顺甲咱即马即个大周天，伊即种力量的循环力，即种运行，现伫咱顺甲即个灵气。世间修行啊，你爱担得起，咱的任务啊，你爱当随着通来落架，你现主是的表示，这是照着。咱即马灵魂伊个灵性，母牛咧教咱讲话，即种灵咱叫做机性。所以讲，今日咱做机，今日咱做代言人、代表人，是要代表着老母伊个神圣高贵。这个神贵，则是咱真正爱去转的。世间就是用安尼立定，你这个心神才会当慢慢高升。化开咱即马即个灵性，大虚空即个本性，徛正，咱现主是相通即个力，这是咱照着灵家，要符合着先天，咱顺着这条灵气，合回这条清净的心灵。好啊！
来啦哦啊伊个嘞的哦。Oh.